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山海旅人。那这个游戏呢是还蛮复古的感觉，可以看到它是那种早期的那种画风啊，都是那种点阵状的啊。直接开始好了。傍晚要小心河边，梳着头发的女子，她会呼喊过路人的名字，听见不要回答哦。老月，老月，老月，月明城。当天夜里，老公不见了。当然是跟小三跑了、啊。若干年后，有人敲门哦。先生，门外有人瞧见。不见。是黑先生。不见就是不见。他说这次的报酬是狗头金。快钱。有钱当然好啊。快快请起。请进。别来无恙啊，不提狗头金啊，我连你的门都敲不开啦。我还可以选择对话、啊。这是事关重大，所以得亲自来。你倒是很会躲啊，现在有出现棘手的事，需要你去瞧瞧啊。又有什么事情啊？既不说话，我和老白在河边等你。到底有什么急事啊？来吧，出去看看。哦，滑鼠可以移动它。走吧，我们出门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黄泉里，黄泉里，黄泉里常见的花。哈哈，啊，不闹了。这是什么？彼岸花。哇，那舌头好长哦。走，好啦，出发出发。有件怪事，有个灵魂没法投胎。生辰，丑时一刻，目的地卢河村阿秀家。怪事，明明时辰已过，这个灵魂却无法投胎。阿秀，没错，是他。当地有个云潭，有怪怪的现象啊。云潭，准备好金子，等我消息吧。哇，牛头马面哎。时辰未到，鬼市未开，这什么事啊？鬼市不晓得做什么的。哦，这鬼差啊，要去执行任务了。那个，我想收集一些人间奇异花草做研究，看到可以帮我带回来吗？好啊，啊，包里的彼岸花可以给我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有？那给他好了。给他也没有给我什么东西啊，那干嘛给他？有事哦。感觉是收集的任务的样子哦。哇，好可爱哦，连读取速度都是这种。跳绳的 ，OK， 所以我现在来到这个卢河村哦，然后回到人间了。先生，这个村子妖气很重，感觉到了。先生留心，我看一下啊，这里是可以去哪里啊？我直接往前，
回去是走这个井啊。啊，他先生遗失了，走失了是吧？前面这边有屋子啊，这是柴房是不是啊？柴，进去瞧瞧。啊，这有个稿子哎，发光的，去看看啊。啊，这里锁住了。那里有个人呢，打扰一下，这里有没有人叫做阿秀的？我在找一个叫做阿秀的人啊，他好像不理我哎。土地公庙被封印了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先生，我能感受到山下有一股奇怪的力量。哎，怎么消失了？我这边还有鬼火、啊，哦，黄金，这有金子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啊，这硫磺啊，是硫磺。这是什么？锁住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这不会是要解谜吧？这个，啊、真的耶，这边连过来。哎呦，还算容易啊！哦，开门了，进去看看。这怎么有？这边有张符哎。一个符号。这什么符号啊？这该不会是刚才土地公的那个解谜的吧？石块上有一些晶体。敲一下。获得了消石啊，这过得去吗？我看看，敲不开啊，来试试看啊。所以刚才那个是这样子画的吧？哦，过了，果然，我开门了，睡哦，进去看看。哇，土地公庙哎，新城环还需供有硬币先求。我有看错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元宝是不是？紫元宝啊？还有东西吗？好，这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如今非是金，是宝亦非宝，活人不喜爱，鬼神却心欢。哦，这个字不好念哦。这是什么啊？五谷之精，甘泉之华，祭神敬鬼，壮胆洗尘。土地公公保佑，孩儿平安出世，田地丰收。秀，这不是要找的阿秀吗？出去了。开门了，进去看看。煤炭，木炭啊！先跟他对话一下。妖怪，肯定是妖怪！我在梦里都看见了。等一下，这位先生，不是这位太太还好吗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在我家里？我是阿秀的亲戚。哦，他是逆梦师啊！逆梦师他会觉得我是怪物啊？什么师？什么阿秀？你快走吧！切换成大题，用已知的码称出度量单位，换成小题。
这样子会不会太 OP 啊？太 OP 了吗？四五六八，开了耶！哇塞，这什么东西？火折子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整齐的衣物啊！这是什么？要吊上去哦。炸雷，炸雷是什么？炸药吧。哦吼，炸掉了。哦，又是这个圣坛在这里呀、啊。这就是可以回溯时间的圣坛。记忆碎片的逆梦师才可以开启，原来这就是圣坛啊。一股奇怪的力量挡住了去路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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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元宝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哎。啊，星辰旧会灵有共璧会印。香炉已开啊！只要有记忆物品放入其中，就可以产生记忆碎片了。我再找个阿秀的女子，是不是戴紫色头巾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采药人何贵的媳妇好像叫这个名儿。采药人是谁啊？贡品拿的不干活，罢了罢了。有妖怪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神告退，我还算是大神就对了。他说给解开封印的人，兔形钥匙。需要带有记忆的物品。啊，应该是这个啦，应该是这个啦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进去。哎呦，怎么绿绿的？紫色头巾是这个吧？好重的怨气啊！小心！哦，哎呦，哇，有点可怕！哈哈，我被抓出来了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哦。肉身被困了，把头巾放入香炉中，也许有转机啊！所以他灵魂的时候，他还可以，还可以走出去啊！来来来，赶快放回去啊！我需要肉身啊！什么东西？记忆碎片，走，走，我们去解救他。
哎呦，这么简单。哎，所以要放什么？这个吗？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到那个世界去了，带回到七年前啊，记忆碎片的时刻。在记忆中无法直接接触物体，只能用感知来影响别人。救回自己的肉身还要那么麻烦啊，不能用肉身，只能看吧。飘出了饭菜的味道，得知感知饭菜很香，还是要叫他回去吃东西。活做了差不多了，去吃饭，劝劝媳妇。晚上看戏，在家休息。一三一七。怀胎九月，怀胎九月不宜，怀胎九月不宜走动，怀胎九月不宜走动。怀胎九月不宜走动。在家休息，哦，获得妖怪，妖怪感知啊，继续劝服他一下。哦，命程被改变了。哇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得救了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我来开箱啦，一三一七嘛，开。收到砍树委托，尽快砍，工钱已付。获得记忆物品的收据哦。哎，啊，怎么？这是好还是不好？未完待续。哇，试玩版这么就这样结束了。OK 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别忘按个赞。喜欢这个游戏呢，别忘了支持一下哦。先这样子，各位，拜拜。